隧道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隧道的南洞口。在102年的6月8日，当天呢，总统就在此。我们北这个以这个西部来讲，十大建设完了以后就已经电气化了，距离现在都30年了。我们现在还在跟电气化、双轨化奋斗。那这可能当然是因为东部的地形，还有也可以说当时我们的主政者呢没有那么重视。可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把这个转变过来的时候了。所以我想，这个老县长应该知道，在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的表示。